浪漫的邂逅，每时每刻都在世界上发生。就好比现在，我和这个身高腿长、香气扑鼻的男人这么近距离的在一起，我感受到了他的呼吸，触碰到了他的心跳，似乎浪漫这种事情也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。可惜爱情是一门玄学。我是月然，一个立志成为酒店人的元气少女。今天将是我进入顶级度假酒店 ZAD 实习的第一天。亲切的笑容是拉近和客人距离的不二法宝。我的精神面貌就代表了酒店的服务品质，绝对不能马虎。作为一个未来的酒店人，永远要想在客人前面，行动在客人前面，时间一定要赶在所有人前面。接下来我所走的每一小步都是我人生的一大步。我面前的也不仅仅是一扇小小的房门，而是我的命运之门。人的衰老80%来自光老化，20%才是自然老化。UVB 会让皮肤晒红、晒伤、长斑，破坏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，所以呢，才导致皱纹产生。这就是光老化。啊，人家正畅想未来呢，你跟我提防晒。连防晒都不懂的女人还有什么未来？这可是顶级的度假酒店啊，你就没有点斗志？我没有斗志，那我在这儿费劲化妆干什么？酒店好不好，关键要看客人好不好。区区一个金钥匙送给我，我都不要。我不允许你 diss 他宁佳佳，他可是国内最好的金钥匙，好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要是当不上金钥匙，我就……你就怎么样？我就……我告诉你们。啊，佳佳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月然，月然，月然，干嘛？那是不是你偶像？我看一下。这谁啊？金钥匙，哇，他真人比照片上还帅。拿不到金钥匙，我就绝不离开 ZAD。Hello, everyone.大家好，我是董事长助理米娅，欢迎各位来到 ZAD， 准备好开始你们的实习生活了吗？
准备好了！加油！加油！我是客房部主管尤兰达，你们学的都是最好的酒店管理专业，相信以后的目标也是成为一名酒店管理者。温度一般设置为多少度？40摄氏度，因为40摄氏度的饮料最好喝。那你刚才为什么打开电视机？因为电视机产生的静电可以将空气中的灰尘吸附，这样等我们打扫完房间之后，只要将电视机一擦，就可以让整个房间更加的清新。是你们老师教的？是我自己看的国外的案例学来的。可以了，接下来你们听庞阿姨的安排就好了。好的，交给你了。哎，好。月然啊，哎，8006，乌米，你呀，8005，目前没人入住，做基本保洁，40分钟内必须完成哦。是，是。庞阿姨，您这是在干什么？哦，别墅啊，每天都会换新酒，这瓶酒客人没喝完，我倒点带回家喝。可是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酒店经常丢东西，什么喷壶啊、手套啊，经常丢。哎，你说邪门不邪门？都不知道什么人干的。哦，最近啊，还听说闹鬼呢。门怎么开着？不是说没人入住吗？刷子、手套、喷壶，保安部，抓小偷！你别追了！你给我站住！我不是小偷！还想你了！看我不把你拍下来！你给我站住！别追了！站住！
接地我开了20年，我们是全国最顶尖的温泉度假酒店，我们有职工456人，曾经连续7年获得全国10家酒店的金质奖章。这些天是个破酒店，我再也不要来了。我还要告诉我所有的粉丝，祝爱顺利，远离这些地。20年的酒店，连个小网红的婚礼都搞不定。现在的年轻人总是小题大做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处理好了。每一个找我融资的企业都会把自己包装得特别完美。 ZAD 已经2年没有拿到金质奖章了，去年甚至连银质奖章都没有拿到。所以今天坐在这里，不是您给我机会，是我给你机会。你有什么条件？1年之内业绩增长40%，并且拿到10家酒店的金质奖章。如果完成了，这笔钱算我投资的；如果完不成 ，ZAD 就是我的了。好，1年时间，我一定让你这笔钱不白花。我有王牌。你以为你很能跑吗？你能跟我比吗？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都没有摔死，你能跟我比吗？啊！说的太对了，咱们酒店不是经常丢东西吗？什么女员工宿舍丢内衣内裤，这个家伙，这个变态，这个流氓，刚才不穿衣服在那儿一顿瞎比划，这些可都是证据啊！所以他就是那个变态小偷。坐下，你给我仔细看看，好好看看，我哪里像小偷，哪里像变态了？坐下吧你。你就是变态流氓，没有入住记录，没登记，私闯酒店，你还敢狡辩？啊！哼，我是酒店经理，我再说一遍，我觉得咱们酒店经理是谁，咱们心里门清。这个人他就是个骗子，他在撒谎，我建议报警。人呢？在这儿。米总，我们抓到一个变态小偷，他就在这儿。这家伙谎称是酒店的高级经理，私闯酒店，情节严重，必须彻查。对对对。你们把他拉起来，让米总看看他长什么样子。来来，谢总，对不起。我就说嘛，他怎么可能是变态流氓？谢总玉树临风，仪表堂堂。谢总，月然，你就是误会了。还有你。话可真多，我头疼。谢总，谢总，哎呦，我晕了。我记住你了，让开。哎呀，谢总，谢总，您刚从瑞士回来，舟车劳顿，要不然先休息一下。不用，回来之前。我已经看完了酒店的全部资料，清洁工具的问题，麻烦米总检讨一下。如果酒店再继续这样经营下去，哼，最多坚持半年。哼，危言耸听。是不是危言耸听？您心里最清楚，失败就是失败，打肿脸充胖子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你以为今年多找了几个实习生？让外人认为我们正常运转就行了吗？酒店有今天的状况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。谢总，酒店的问题需要充分的筹划。充分的筹划？我们现在哪儿还有时间充分筹划？难道你想做没有准备的冒险吗？在我心中已经有了最完美的计划。你想怎么做？从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。James 的婚礼必须接。哎呀，这个事儿我已经拒绝了。婚礼3天后举行，时间太紧，风险太大。本来我们可以活半年，要是办砸了，我们活不过1个星期。James。演员、歌手、模特出道，出道6年，一条微博转发轻松破千万，演唱会门票2分钟售罄，参演的电影票房大卖。凭借 James 的影响力，
如果他的婚礼成功在我们酒店举办，这个季度的业绩一定可以上涨。董事长 ，James 的婚礼要求秘密举行，不对外公开。我们酒店为了保护客人的隐私，不对外进行宣传。那么问题来了 ，James 的影响力从何而来呢？我会让他公开的。另外，这次的婚礼让实习生参与进来，不行的直接走人。这种凑人数制造的虚假繁衍，我不需要。大家好，我是酒店的副总经理谢凡宇，我代表 ZAD 各部门主管对大家选择 ZAD 作为进入酒店行业的第一站表示欢迎。从今年起，我们 ZAD 的实习制度改为各部门轮岗制，轮岗周期为一周，由各部门主管打分，打分不合格的将会被直接开除。这里是打分细则，上面有明确的扣分和加分规定，出现任何的问题都很有可能会被扣分。反过来，如果你们表现得足够优异，就有可能会被加分。你们所有人起始分数是12分，加分上限也是12分，一旦分数被扣光会被立即淘汰。当然，你们在这个部门获得的分数会自动顺延到下一个部门，只要你们不是零分选手，你们就有机会逆风翻盘。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规则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。田丽丽，到。上班时间在客房睡觉，被扣除12分，立即开除。请你立刻离开酒店。下面，由米总给大家宣布第一期的轮岗安排。段健，前厅部；陆浩，前厅部；李娜，前厅部；钱钱，客房部；严冬，餐饮部；张璐，宣传部。前厅有点自己的主意啊，陆浩去哪就去哪。沈岩，陆浩就是我的主意。真是有才。苏珊，前厅部；罗非，餐饮部；宁佳佳，温泉部；月然，客房部。客房部，这好像不是戴维主管的部门吧？没关系，大家都清楚自己的岗位。客房部也是夫，只要我熬过门岗，我就还有机会到前厅部。大家看到的是顶级明星 James， 我们将要为他打造一场完美的婚礼。安静一下，婚礼的时间在3天后，你们将签署一份保密协议，如果有人敢透露半点消息，立即走人，我会事无巨细地监督你们的工作，只有在极端苛刻的条件下才能产生最高的艺术。你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场婚礼变成一个艺术品。当然，如果有人敢阻止这场婚礼的进行，我会立即开除的。魏总，魏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明天给我看一下。好。谢总空降归来，可总经理的位置只有一个空缺，我们都以为那会是你的。现在也有可能是我的呀，公平竞争嘛。再说了，工作第一，做不做总经理不重要。走了。干嘛呀？在哪儿啊？哎，宁佳佳，你干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刚收拾好的。我找我的面膜。哎，你们看到我面膜了吗？小迷糊吗？哎，对对，就是那个小迷糊。我这防晒晒一天了，脸都干了，我得赶紧补水。你先冷静一点啊，冷静深呼吸，我帮你找好吗？
深呼吸，深呼吸。班长，班长，面膜这双啥都让哥全抱着的小金。哎，这不在这儿呢吗？这下才算是回到大海水润润的感觉。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哎，对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迷糊玩偶，送给你了。啊，谢谢亲爱的。佳佳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西班牙文吗？怎么看看，我看看啊。不能水洗，不能干洗。这么贵的衣服，难不成是一次性的？哎，你懂什么？一般能买得起这种衣服的人都不会在意能不能穿第二次。但是他这标好像是可以干洗，可以水洗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哎，算了，反正这个颜色我也不太喜欢。不要了。有钱人的世界果然是不一样。罗非，詹姆斯是英年早逝了吗？你摆这么个摊儿。偶像英年早婚，就相当于是英年早逝。我要理性追星，佛系养生。但是，即使他有了自己的归宿，我也会为他守护一生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？谢总在的地方，气温总是要低几度。哼，我的妈呀，那简直是凶神恶煞、出场自带死亡气质的人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。哎，继承人都这样。继承人？对啊。哎，你们想，董事长姓什么，他姓什么，这还不明显吗？董事长姓什么呀？谢啊。董事长姓谢，新来的是谢总。哦，那他们是？这个吃块肥肉啊，以后整个酒店都是他的了。哎呀，想什么呢你？谢总是董事长的儿子。嗯。怎么了，月然？石化了你？谢总是董事长的儿子，变态！喂，我记住你，让开！低调点，搞那么夸张干什么？婚礼必须严格保密，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放心吧，您的未婚妻已经安排妥当了，在你们的婚礼举行之前，不会有任何人知道。对了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。婚礼上必须要用你们酒店的经典婚礼蛋糕。当年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办的婚礼，那个蛋糕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糕，他们的爱情也是我见过最好的爱情，不然也不会培养出我这么优秀的孩子。那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蛋糕啊。詹姆斯先生，我有个疑问，您参加过您父母的婚礼，他们结婚的时候您已经出生了。是我的父亲和我的继母，我生母去世的早。你们都不做功课的吗？我就是为了蛋糕来的，你们必须要给我做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明天我就要尝到，差一点都不行，否则我就取消在你们这里办婚礼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办妥。谢总，干嘛？我是想为之前的事情来跟您道个歉，是我有眼无珠误抓了您，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跟我记仇啊！记仇？你还没资格让我记住你。在我看来，你这种鲁莽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在酒店行业干。你信不信，你很快就会被开除的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做什么都愿意？早安，在这个美好的早晨，
不知道我的女朋友们都醒了没有？这里是你的男朋友在线叫醒服务，希望你们和我一样，做一个爱生活、爱运动的人。今天的营业就到这里为止，爱你们哦，比心。我的直播呢？你们酒店是要倒闭了，还是对我有意见啊？你们服务员都是批发的吗？不是不是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詹姆斯先生，我实在是不会游泳，你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我再来一次。哎，那不用了，快去把我牛奶拿来。真的是一个大男人活得这么讲究。你们这是在糊弄我吗？这是18年前的东西，不是什么石器时代不可考的东西。我这么在乎这个蛋糕，你们觉得我会记不住味道吗？你们竟然敢拿个破蛋糕来糊弄我，你们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我要取消跟你们的合作。詹姆斯先生，詹姆斯先生，这个蛋糕是我们糕点师费了很长时间才制作出来的，很抱歉没有达到您的要求，请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机会从来都只有一次，你觉得我有今天是靠很多次机会吗？而你们不是浪费机会，而是无能。是，您说的是。可是如果您取消了这次合作，那么您就无法找回记忆中的那份美好了。您来这里不就是为了重温那份美好吗？如果你们还不成功怎么办？我辞职。你是金钥匙，你肯辞职？金钥匙意味着对客人的承诺使命必达，如果我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我就不配拥有它。任何人都可以代替我做金钥匙，但是 ZAD 只有一个。好，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只有一次。谢谢。18年前的客人有人回应了吗？找到名单之后，我们给每个人都打了电话，可是收到的回复都说对蛋糕的味道没什么印象了。那个糕点师找到了吗？我去拜访过了，闭门不见。下次让詹姆斯试吃之前，不允许再有任何差错。好的。谢总，您有什么办法吗？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作为金钥匙的你，应该第一时间给出解决方案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集思广益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我觉得你应该尽快找到那个糕点师，否则你就要走人。好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越是在极端的环境，越是能造就艺术。我不会走的，放心吧。拭目以待。先生，实在抱歉，这里不允许抽烟。你们这儿这么大地方，我也没有影响到谁啊。实在抱歉，酒店有明确规定，这里不允许抽烟。哎，陈杰，你看到 David 了吗？在那儿呢。你看，谢谢，我先去忙了。如果您实在要抽，可以走两步，在门口，那里有专门的吸烟区。哎，你们这儿也没有烟灰缸啊？你看我这……您给我吧，我帮您灭掉。啊，麻烦了啊！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我这刚才一着急啊，不小心把烟头给放这儿了。没关系，谢谢配合。没事，应该的啊。哼哼。
我能骂脏话吗？不能。好吧，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其实很早之前，我跟你一样，学了酒店管理之后，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微笑解决 ，piece of cake。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的，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小菜一碟。可是你是一个金钥匙啊。我听他们讲，你很想成为一个金钥匙。因为酒店对我来说就像家一样，我爸爸是推销床垫的，走南闯北的带我住过不少酒店，我对酒店非常的有感情，所以我一直都很想进入酒店工作。那你妈妈呢？我妈妈在我4岁的时候就不在了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该这样问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想要成为一个金钥匙，你首先就要成为前厅部的经理，然后还要面对各种各样严苛的考察。我希望你定岗之后可以来到前厅部。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？哦，18年前那个婚礼糕点师的联系方式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下？你要他联系方式干什么？打听一下，请问您认识周金泉吗？谁？周金泉。不认识。那这个地址您知道吗？哦，酒鬼啊，这儿。酒鬼，酒鬼。您好，请问周金泉先生在吗？你好，周金泉先生，您在吗？酒鬼，进来喝酒了。酒在哪儿？周师傅，你想喝酒吗？想。你要是想喝的话，就得帮我一个忙。你把酒给我，你说。您先听我说嘛。您还记得 ZAD 吗？18年前您曾经在那里做过一个婚礼蛋糕，我们想拜托您再做一个。你们不是前几天已经来过人了吗？啊，不是，你把酒给我，你这，我不跟你们打交道。可是周师傅，我们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，所以才想来拜托您帮我们再做一个。我跟你说，这姓谢的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是我支持他开酒店的。这酒店办成了，他不把我往外赶。你别听他瞎胡说啊！哎，你明明是自己在酒店喝酒，差点把酒店给烧了，他才赶你走的。你这胡说什么东西？你看见了吗？你迷糊的时候自己说的呀。哎呀，不是，不就烧点小火苗吗？有什么事情了？这姓谢的他就不是个人，他表面上跟我称兄道弟的，他合起来六亲不认的。我跟你说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帮他了，不帮，不帮。可是周师傅，酒店他不是董事长一个人的，那些每天兢兢业业工作，为了客人创造美好回忆的员工是无辜的。那些想要来到酒店留下美好回忆的客人更是无辜的呀，你不能一概而论。哎，小姑娘，他是不会回去的。那个酒店都让他干不成厨师了，他还能回去？他横着呢。为什么呀？他天天喝酒，喝得五脏六腑都快臭了，这舌头啊都快尝不出味道来了。哎，尝不出味道，他算是彻底废了。周师傅。
周师傅，您醒啦！你放开我！啊，不行！我听您的邻居说，您因为喝酒已经五脏六腑都臭了，而且失去了味觉，所以我决定要拯救您。放开我！别着急哈。这个是我们酒店美容养颜的温泉大礼包，所以我决定来给您试一试。试什么试？一定非常的有效果。我跟你讲，这去味儿啊，一定要用酒，知道吧？再放两片生姜，两段大葱，什么香叶啊、茴香啊，这个八角、花椒什么的，这样才能够煮出味道来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可是大厨，你可别想糊弄我，别想糊弄我。说的对，豆啊！哎，你回来，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花椒、大料、香叶，我知道你爱喝酒，所以不如以毒攻毒。哇！你洗去了我的污垢，除去了我的臭味，让我重新拥有了酸甜苦辣的滋味。你这一招使得妙啊！哎，不过周师傅真的不臭了呀。谢谢你让我又有了味觉，有了对生活的希望。周师傅您客气了，我呢就是误打误撞。不过刚才我看您糊涂的时候还不忘自己是个大厨，就说明您对酒店是真的有感情。周师傅，酒店需要您。金九爷早，大家动作快点啊，抓紧时间。这个牛奶再打一下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这蛋糕好了吗？啊，好了好了。回糖回糖，再加糖。好。谢总、魏总，你们觉得行吗？让自己不能呼吸，或许失去了记忆，选择颠沛流离是最好的结局。该说抱歉的人咽着哑咀，悬而未决的心乱了思绪，想拥抱的手却又抗拒，终于
的表演应要继续，留在你的世界我已不重要，忘了你给我的好，转身走掉，就算把眼泪擦干，把你推开也好。留在你的世界我宁愿做配角，总会有个人想我再让你依靠，最后告别太潦草，是因为你对我太好。留在你的世界我已不重要，忘了你给我的好，转身走掉，就算把眼泪擦干，把你推开也好。留在你的世界我宁愿做配角，总会有个人想我再让你依靠，最后告别太潦草，是因为你对我太好。